新冠肺炎疫情啊，是一起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。中方和各方一样，都希望尽快能够查清病毒是从哪里来的，因为这样有利于切断传播的渠道，更好的或者更有效的来防控疫情。但疫情的溯源啊，的确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，是需要各国加强合作，持续的研究。中方是本着实事求是、公开透明、开放合作的原则态度，同世卫组织保持沟通，也支持世卫专家在华开展了溯源工作。下一步我们呢，还愿意继续同世卫组织一道来推动科学溯源工作。当然疫情啊还在全球蔓延，当务之急不仅要溯源，还要做好各种防控工作，包括接种疫苗等。新冠肺炎的确是人类共同的敌人，我们希望各方合起手来，携起手来，因为在这样一个人类共同敌人面前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。但是我们也坚信人类有能力最终战胜这个病魔。